是不是什么新策跟着朋友共同来关心的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的副会长郑立忠，是特别来到欢乐行动会经销部参观起兵制作的过程，同时来拜访到童年度假村汕头糖厂。郑立忠受访的时阵强调，伊这一届来到台湾，主要是希望会当拜访老朋友，同时来了解到嘉义县文化和产业的发展情形，希望会当促进两岸的产业交流。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郑立忠受访时阵强调，这一届来到台湾主要是拜访老朋友，来了解嘉义县的文化、产业和发展的情形，同时促进两岸的产业交流。伊参观欢乐乡农会起饼工厂的时阵，对着起饼制作的过程真好奇，一直提出问题。等下参观讲，阮欢乐乡就是特产，就是咱这个起呀。啊，这个企业会使讲台湾省占70%-80%以上，拢生产在咱这个地区。啊，过来就是大米，吼、哦、啊，大米会使讲大阿里山区，也是咱这个较特产。希望讲有机会，因若要采购，都要经过咱的农会，和咱的农会才推广出去，才是较实在的大米。安尼，我刚才讲过一个，这一次来，因为在阿里山啊，嘉义县呢，我是来到非常多次了，是吧？这次来应该说也拜访一些老朋友，是吧？再看一看呢，这个。嘉义县啊，在这个旅游啊，在产业啊发展的一些情况，是吧？以便呢更好的来促进呢两岸的产业的合作，主要就是目的，还有看更多的靠岸老朋友。好，谢谢啊。欢乐乡农会理事长张明钦讲，郑立忠参访了解当地的农特产，希望未来中国若是要采购台湾的农产品，会当透过农会，农会会当提供高品质的农产。最新新闻，准备新欢乐乡采访报道。